2020年12月13日，光之兄弟群体诵读神圣光语，传导莫尼克马修，译者卢颖。请你们经常诵读以下神圣光语，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水平。什么都无法伤害到我，因为我是圣爱。什么都无法伤害到我，因为我是圣光。什么都无法伤害到我，因为我内在有源头的力量。学会只看一切事物中最美好的一面，在自己内在和外在都是如此，这样就能在世界上创造完善与美好。学习就是了解，了解就是进化，进化就是变得明智，明智就是爱。学习是人所能做的最美好的事。圣爱不是情感，圣爱是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令人心驰神荡，给予人无尽的力量。透过欢笑和内在的喜悦，可以达到很高的意识层次，正如在深度冥想后所达到的。谦卑使人快乐，谦卑不是向他人屈服，而是让他人自由自在地表达。谦卑是向无条件之爱敞开的门，同情是全然接受他人如其所是，是不声不响地提供帮助，是请求天父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。不断培养自己的同情吧，这会自动感染周围所有的人。要对圣光存友们有信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神圣计划中的一切都在就位，一切都很完美。即使最艰难的经历也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，这神圣计划是为转化而制定的，包括光宫的转化、人类的转化、地球的转化和众生的转化。这神圣计划必定会实现，